三分线外出球受阻，干脆自己秀起脚步，背后运球衔接转身，杀出一条大道通天。第一手上篮手活戏，成功打成2+1。谁敢说我是五大三粗的糙汉？张飞绣花的细活，我照干。第四位胡金秋，长臂一伸将球抄走，轻而易举完成防守。百米冲刺直奔篮下，大步流星单手暴扣。身高臂长靠天赋，持球推进是技术，还有如此迅捷的反应和脚步，怎能不让人心生羡慕？毕竟贵为最佳阵容，对手只能无奈认怂。第三位贺西宁，背后运球把人晃晕，随即就向篮下进军，禁区双人围追堵截，依然难阻进攻决心。以一敌三，身先士卒，背水一战，大展宏图，危难时刻挺身而出，艺高方才胆大，我岂能是蛮干勇夫？第二位亚当斯，借助掩护变相突破对手防线，轻松通过，经典动作致敬隆多，潇洒妙传飘逸洒脱，对手跟进凸显默契，心领神会，犹如知己，两瓶毒药二选其一，哈达迪也难免顾此失彼。第一位孙明辉，后场发起快攻反击，单人推进，马不停蹄，闲庭信步来到禁区，突然起飞发动空袭，单臂暴扣，技惊四座，助队反超，不甘示弱，荡气回肠，波澜壮阔，虐筐机会绝不放过，鹰击长空翱翔展翅，尽情宣泄，我要重归巅峰的豪迈壮志。